港相遇，是新港相遇没错。相遇，我们要去拜拜吗？不是去拜拜，去看拜拜的山。去看拜拜的山。嗯。OK。OK， 我们走。好。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周密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们今天是来到这边是新港相遇。哦，新港相遇。新港乡。那可以请小姐带我们去做介绍吗？可以啊，往这边走。好，等一下。我们有贵宾来哈。现在我们呢，哈，就是看师傅呢，他们旁边都有一桶水。嗯。这是自来水哦，这不是一般人以为是浇水，是不是？那师傅就是说，他们已经把这个香枝呢裹上这个莲粉，这个莲粉就是大叶香的树皮粉。嗯。这是传统的一个技术。嗯。那师傅现在这个动作呢，就是把它掸香，然后这个动作就是轮香，这两个动作都要配合得很好，因为让每一支香呢能够很均匀的把这些粉末附着在这个香枝上面。是。这样人家说哦，一支好香就是要要圆，这样才能说，让我们拿香拜拜才能心想事成。哦，这个灯很漂亮，是香做的吗？是香做的吗？其实很接近的，因为这个竹子，这是做香的那个竹子，中间那个竹子，中心的竹子哦，下去做用手工的方式呢，把它做成的。这是我们非常有特别，你看我们园区呢旁边都有吊这个灯，是这个叫做新香灯，新香灯，这个有参加2007年的经济部举办的一乡镇一特色的比赛，我们有得到设计大赏，很特别哈，对，特别。这位哈，跟你特别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大老板陈文忠先生，是，因为我们的香品有经过嘉义大学哈。我们就是有跟嘉义大学合作，产学合作研发健康安心的香品。这一位呢，就是嘉义大学的校长，在开记者会的时候特别留下这个照片，让消费者在使用我们的香，能够得到健康跟安心。好，这个也是我们新港的101。新港101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就是101做的香炉。哦。所以说要来新港看101，就请来新港香遇文化馆。学到很多，也看到很多。对啊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欢迎你们有空常来这边玩。同时希望说啊，大家喜欢来这边寻宝，还是有什么惊喜的话，欢迎来到我们新港相遇，那你们一定会收获更多。大家有空务必一定要来这边参观。是，谢谢。